在这个干旱时期，别担心，您的草坪会再回来的。您仍然可以在社区的泳池里保持凉爽。车子脏了吗？带去洗车店用循环水洗吧。一起行动起来，节约用水，携手克服干旱，终此一时。圣塔克拉拉县，让我们共同努力节约用水。今年夏天，棕色就是新的绿色。